大家，我是小妹。今天我们又吃大餐了，让我老公又在煮菜。他每次都来，你都逃脱不了煮菜的命运。今天晚上我又偷懒了，又不用煮饭了。哎，给你留了一条那个鱼，那个鱼水，就是那个鱼骨头里面积了一个很长的那个。那不吃的很好的，你是听那个渔场老板说的吧？刀工不错，这个莲藕切的好好薄。这个炒的切薄一点。哎呦，这两个啥意思？有一个是什么？有一个是莴笋。清汤鱼啊，烫的是鱼片。我二哥叫了好多人过来吃啊，全部是我们的邻居，一个村里面的鸭嘴鱼。看一下这么多鱼骨头。哎，你看这是那些鱼的那个骨髓。你看，好大一条啊！专门留给你吃的吧。谢谢二嫂，看还是二嫂对我好。这个很有营养的吧？这一条鱼的营养就在这个骨髓这里。看到没有？切菜那个，还是二嫂对我好吧？这个莲藕太多了，两个不切了吧？好大。不切就不切吧，你看着办。好大一条莲，还加硬了的。这么肥一条。今天晚上就吃鱼了，这个是切好鱼片了的，等一下就可以烫了。看我二嫂这个厨房漂亮吧，搞得好干净，是不是？我不想象你要花了45万呢。花了45万呢。不错，哇，就为了炒虾卤。看我嫂子，二嫂很勤快。在外面就是很勤快，在家里面就不煮饭，不煮菜了。煮啊，经常煮。只是你嫌我煮的不好吃。人越来越多了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居。平常搞点好吃的。我不吃，你吃。煮好了。这么一锅，满满一锅。那个拿别的啊，不要了，吃饭啦。你是家行，下一个吧。你咬的都啥呀？我那边哪一个了？我老师请假，你还没走。好。来了，吃饭了，让我你坐来，让我帮你。终于开始了，终于开始了，搞得天黑了。